第十二题，锌铜电池示意图如右图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我们的芯片要放在硫酸锌里面，所以 A 放的是硫酸锌，然后呢 B 杯呢放的是硫酸铜，所以呢选项 C 说 A 杯应选用硫酸铜水溶液是错的。我们知道锌极发生的反应是我们的锌会变成锌离子，所以呢芯片会逐渐的减少，质量会减少，所以选项 B 说芯片随时间过去质量渐增是错的。我们从锌会变成锌离子，它会把电子放出去，知道锌是负极，那么锌是负极，它把电子吐出去，经由外电路呢流到了我们的铜片 B 边这边，所以呢选项 A 说电子由 A 杯经过岩桥流向 B 杯是错的，它是经由外电路流向了我们的 B 杯。那么我们的硫酸铜呢是所谓的蓝色，是因为它有所谓的铜离子，而在我们的 B 杯发生的反应是铜离子会变成铜，所以铜离子会减少，所以颜色会变浅，所以选项 C 说 B 杯的硫酸铜水溶液随时间过去而颜色渐渐变淡呢是对的。因此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锌铜电池示意图如右图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B 杯的硫酸铜水溶液随时间过去而颜色渐渐变淡。